快手短视频 APP， 每一种快乐都值得被记录。提醒您本期看点，他们是你亲爱的老同学。我能摸劲儿真的很大了。我听说你没有遇到过对手，肌肉一直在抖动，整个人筋都爆起来了，好精彩啊！昔日同窗开 party 玩转电视剧台词，你笑什么？就是觉得请抢答，就是觉得曹光也挺帅的，白宇入戏太深，就是觉得外面可能又要下冰雹，差太远了。雨一直下，不对，我必须说没有一个挨边的。进球，进球，他们的方式千奇百怪。突然的爆发，好精彩啊！有机会，有机会，哎呀，哎呀，哇，哎呀，快跑！天哪，什么？三太说真的很菜，真是同人不同命。全新板块，不要说唱天台系列，朋友，我要对你吐槽。龙哥，你以后能不能不要这么高冷啊？你难道不会别的表情了吗？你良心不会痛吗？亲爱的指路灯，有些话想对你说。谢谢罗院长，没有当初你给我的那个机会，我今天也不会站到这里。何老师，对不起。你现在让自己的名字有了别的含义，我为你骄傲。他们把心事谱成曲，今晚我们一起聆听爱的声音。同学们，毕业的主题是离别，更是希冀。星辰大海就在远方，不管未来的你是什么模样，都请不要辜负你的青春时光。马栏山戏剧学院永远欢迎大家回家。同学们，我们约好了十年后再相聚。同学们好，欢迎大家回到我们马栏山戏剧学院。大家知道我们的学校简称马戏院。嗯，我们成立学校已经21年了，今天是第一次的同学会。哇，最近大家都很多成就，在我们这个同学会上来汇报一下。首先，王鹤棣和关宏，你们最近有什么作品可以让校长开心一下的吗？报告校长，我们最近《流星花园》，然后现在准备。正在热播了，然后那个耶，好，接下来就是稍微年长一点的了，比他们高两个年级哈。这两位同学有什么成绩要跟老师汇报一下？最近我们的剧《镇魂》正在热播，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谢谢。你们俩为什么一句话要分两个人说？有默契，有默契是不是？好，欢迎两位来请坐。小熊同学最近有什么作品？报告校长，马上7月18号有一部叫《我和两个他》的剧就要上线了。好了，那么李兰迪同学，首先我们祝贺他高考非常的成功。谢谢马戏培养我。他作为我们马戏院的毕业生，考上了别的大学，中戏是不是？对。好了，谢谢兰迪，请坐。
我珍藏了一些属于你们的记忆，也是我们马戏院的一些回忆啊。我们今天有几张这个毕业的照片，我们跟大家来看一下，好不好？我们来看第一张照片。哎呀，好喜欢这张照片啊，有趣的这个合影啊，创意毕业照。校长，我得罪谁了吗？为什么我是这里面最矮的呀？你最矮的我觉得还可以，你是里面最方的，而且没有脖子。而且你看，有的人有名字叫什么镇魂兄弟，有的人就只配叫男同学女同学，你知道没有？好，这些同学们呢，确实是年纪也迥异，颜值也跌宕起伏。还好我有两个得力的助手，大家有没有注意挂着这种劳模勋章？首先是我的班长维嘉，大家好。同学们还记得我们马戏学院的校训吗？今天让我们重温一下我马戏学校的校训，好不好？今天我以马戏为荣，明天马戏以我为荣。等一下，我听到哪个同学说了马校？是哪个？就是班长自己啊！有我。今天我以马校校为荣。耶、yeah. ！告诉你们啊，每个同学的小眼睛都看着老师啊。对。老师一直在看着你们。接下来介绍我的另外一位得力助手，这位同学多年来在学校奉公守法，对老师真的是言听计从，在外面结婚生子。掌声欢迎谢娜同学，我们的纪律委员。总的来说，我们班的这个同学还是不错的，还不错。但是他们有任何纪律的问题，我全部都记下来了。是吗？今天有什么小报告要跟老师说吗？多年前的事情了。都写着的好呢。第一个，杜海涛和吴昕偷偷谈恋爱。哎呀！哦。哎呀，这都是我跟踪而来的。这样子。还有呢？熊梓淇、李兰迪偷偷谈恋爱。不可能，不可能。还有呢？朱一龙、白宇，上课老说小话。王鹤棣更过分。王鹤棣他追我。大姐不是说好这个事情不拿出来说吗？想用两根冰淇淋啊收买我、是这样的吗？是不可能的。是漏了一个字，纪律委员追杀你。好，非常好，谢谢我们的纪律委员，请坐，谢谢。好，那么这么多年我们过去的这些小小的大家犯的小错误，我就既往不咎了。学生时代、大学时代曾经有一些美好感觉的同学，我们今天要玩一个比心舞，希望大家可以来热闹一下，甜蜜一下我们同学会的气质。我们有请小熊、兰迪出列，以及涛涛和欣欣请出列。尴尬，没想到这么尴尬呀！好，换下一组，来下一组，来。我们这个更尴尬。那个刚刚他们是甜蜜版的，我们这个是那个随意版的。
刚才的这些小游戏都是女生喜欢的，下面我要推荐一个男孩子喜欢的一个游戏，这个游戏技术含量非常高。Cool。 但是呢，我觉得大家用心的准备，也许你在家里也可以尝试一下。这个游戏叫做掰手腕。好了，那首先呢，我们要请出朱一龙和海涛两位同学。朱一龙，我们为什么要玩掰手腕啊？我跟白宇，我们在拍《镇魂》的时候，我们俩掰手腕的一个视频发到了网上。然后你是赢了还是输了？我赢了一把，输了一把。我是这样的，我呢，因为作为校长，我不太好表达我就是太倾向的立场，懂吗，海涛？懂了，懂了。我只是想提醒你不要受伤。来，准备。场上气氛突然紧张了起来。太认真了，玩游戏综艺节目。哎，这个手握住我的时候，我都感觉我的大拇指有一点淤血。好，三、二、一、一。海涛扒着那桌子的边儿，海涛哥像一个河豚。红了，你怎么回事啊？我不想跟你当同学了。是不是很厉害？他有劲儿，有劲儿，他有劲儿是吧？有劲儿啊！但是海涛哥让我了，海涛让我了，海涛让你了。哦、啊，看出来了。啊、以后出去就这么说啊。好，下面一个更精彩的了。嗯，我要请出我们的王鹤棣和关宏、白宇。我们接下来要创造一个新的方式，是双人掰手腕。Cool。就是每个人当然只能出一只手，手不能去拉别人，请注意不要受伤啊！来，预备，开始，开始，加油！我肌肉一直在抖动。白宇手滑了下，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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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刚手滑了下，再往下会受伤了，好，辛苦了大家，平局，太激烈了，我觉得他们的胜负主要跟我有关系，是不是？因为我把他的劲儿都用光了。我不知道白宇是什么情况，就是白宇，他个子看上去跟朱一龙差不多高嘛，他前臂啊，就是这个这叫小臂嘛，对不对？短一截。所以他使不上劲儿，他从头到尾因为是这样才耗时间，他从头悬空，哇，这个这么精彩，哎呀，哎呀，好，接下来呢，我会把我们的同学们分成两组，那么进行一些有趣的同学会的比拼，那么获胜的同学呢，我们将会以他们的名义来给
常德桃源县瓦尔岗小学的同学们送去学习资料，所以呢，大家一定要多多加油，好不好？我们有很多这种简单的、有趣的这些小游戏，大家都可以在家里玩，而且还可以跟你的同学一起玩。哪怕比如说等车的时候，或者化妆的时候，或者你吃东西菜还没上来的时候，你就可以下载一个叫做快手小游戏的，用很短的时间很好玩的互动，而且还可以交朋友。Cool。其实可以隔空玩，然后那种游戏有很多，比如说五子棋啊，比如说连连看呐、啊，比如谁是五子棋，还有什么像我们大本营里面的谁是卧底，这些游戏其实都可以玩。其实游戏玩的怎么样不重要，最重要的是你在玩游戏的过程中还可以随时随地匹配网友进行玩游戏，随时随地交到新朋友。对的，从此以后同学们的暑假就再也不孤单了，而且呢，不但可以一对一 PK， 还可以多人组队。那就我来给你们选一个好不好？我在快手小游戏里面给你们选一个，还可以认识到更多好看的小哥哥小姐姐，说不定就可以匹配到我身边的这些人。点开我的快手小游戏，然后我选择手势告白，这个现在他就开始匹配了。好，快快匹配上，准备啊，加油啊！小熊拿到了1900分，海涛拿到了2000分，祝贺海涛！我们大家有机会可以多玩玩，看成绩会越来越好，好不好？快手小游戏，希望大家玩得开心。快手短视频 APP， 每一种快乐都值得被记录。提醒您稍后看点：气球攻防战，他们上演炽热对决。咱们俩这么多年的同学，为什么你当了校长，而我还是同学？何老师出镜，这么快？何老师快速的出镜。何老师，哇，真是同人不同命。双人进攻会把握住机会吗？朱一龙的速度太快，那个气球真的是在逃跑。白宇鞋掉了。白宇，你为什么试图用穿袜子的脚去踩气球？你为什么不把鞋先穿上？快乐大本营首席合作伙伴快手短视频 APP， 每一种快乐都值得被记录。快乐大本营战略合作伙伴拼多多，三亿人都在拼的 Go APP 拼多多。快乐大本营合作伙伴自然堂水光面膜，人在都市，肌肤住在喜马拉雅。 Vivo 快乐大本营，下节更精彩。你问我什么是专注，我想我也很难去定义它，也许就是找到一件吸引我的事情，了解它，研究它，琢磨它，运用它，全情投入。不管是主持还是生活，我想大概都是这样。投资理财也是一样，要选择更专注、更优质的平台，所以我推荐王力宝。王力宝，王力宝，投资就用王力宝。Vivo 快乐大本营，现在继续。欢迎回到 Vivo 光明的快乐大本营，我们是快乐家族。让我们感谢首席合作伙伴快手短视频 APP， 每一种快乐都值得被记录，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感谢战略合作伙伴拼多多，三亿人都在拼的 Go APP 拼多多，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AI 智慧拍照，照亮你的美。大家注意到我手上这一台 Vivo， 我们新的这个 X21 有什么不同的地方？哇，好别致的紫色啊，是新的颜色吗？没错没错，这个呢就是 Vivo X21 新的一个配色，叫做魅夜紫。其实这个颜色的灵感呢是来自于星空，在南美洲的玻利维亚盐湖上的倒影，就觉得好像是这个镜面有一点点像是那个湖光啊，透着那种天空的颜色，很梦幻和神秘的感觉。这么时尚这么迷人的配色呢，马上就要上市了，小伙伴们可以关注一下。分组的情况有谢娜、熊梓淇、李兰迪、关宏、王鹤棣。哇，缘分啊，缘分啊！我站过来完全不知道，好震惊，莫名的站在这儿，而且碰巧你们穿的是一样的衣服。对，哎，我想说一下，我真的不是因为我穿这个来支持他们的，因为你很少站我这边，对不对？对对对，好巧啊！就是你们注定要在一起，你们赶快想一个团魂的口号，好不好？商量一下好吗？好，这边的同学，我们包括有维嘉、吴昕、海涛、
朱一龙和白宇。好了哈，商量好了，那个谁先来呢？我们精彩，我们先。好，你们精彩，你们先。来，我们年轻，样样样。好，这边呢，我们的口号是：镇恶者之心，扬善者之德。来，我们年轻，样样样。我特别想说，这个动作也不是很亮。好，那个我们马上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第一个比拼。那么，其实呢，我现在回想起来，同学们当年在运动会上真的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神采奕奕。是的。而且我最感动的是，这么多年了，我们同学们依然是那么的年轻，身材也完全没有走样，对吧，海涛？对对对对对对。就是对吧，不走样，特别棒。我们比拼特别简单，大家会在腰上呢绑一个气球，谁能够把对方的气球踩爆谁就赢了。首先是个人战，我们这边镇魂队要派出的是海涛，说来就来。好，这边年轻队要派出的是我们的熊子琪，小熊来准备。我要把你踩爆，我要把你挤爆。哦，好幼稚，幼稚，太幼稚了。来，比赛开始。哎，现在熊子琪用一个方法，他把气球呢缠到自己腿上。刚才熊子琪是准备用嘴咬的吗？哎呀！哇！快！哎呀！海涛，你把气球爆了！哎呀！熊子琪的家啊啊！同时，好精彩啊！你们的这个对决匪夷所思又精彩。各位，如果你也想像我一样没有烦恼的话，就每周一到周五摇。每周一到周五12:30，湖南卫视热播暑期的解忧神器摇啊笑啊瞧。啊，你呢？你有什么要对大家说的？哎呀，开过健身房的就是不一样啊。刚才真的是同一秒钟，几乎是完完全全同时踩爆，所以呢是一个平局。接下来我们要派出的是双人战，镇魂队派出的是吴昕、白宇。年轻队是兰迪、王鹤棣。好，请出列。来，有什么话要对对方说？好，我们这边已经想好了。一、二、三，注意别把腰闪了。注意别把腰，我就没腰。预备，开始。好精彩啊！好，现在有机会，有去吧，有机会，去吧！哎呀，哎呀，快跑！先说一下你们的战略本来是什么？刚刚他还在讲，我觉得男生应该不会对女生下手啊。他是没有对女生下手，但重点是你在拦他的时候，他成功的把自己和你的这个队形带到了兰迪的附近。
欣姐，你们这次的成功主要是应该是主要是我躲得好。我觉得其实我是要给白宇证明自己的机会，因为现在很多人觉得这次赢得太快，有一点像运气，是不是？好好，有道理。我们再一次证明给他们看，好吗？好的，好的，可以，可以。来，预备。开始吗？已经结束了。道明寺发生了什么事？道明寺怎么回事？花泽类说真的很累。山菜说真的很菜。这回怎么说？这回有任何的？这回就服气。姜还是老的辣。好，来，欣欣。刚才我少有的看到了你有斗志，我觉得这一轮不能拖后腿，因为这一轮很关键。哦，对，就证明不是运气，就是我躲得好，就是我躲得好，所以好，那么恭喜我们的镇魂队记一分。接下来进行三人战，镇魂队要派出的是维嘉、朱一龙、白宇，啊。镇魂合体了哈，样队要派出的是娜娜、王鹤棣和关宏。我反对。怎么反对？我反对，因为这边呢是三位壮年啊，我们这边就是既然还有一个小姑娘。You what？ 我换一个男生吧，好吧？换谁呢？我的好朋友你。三个男生才公平，对不对？那我就上一轮。上一轮加油。我的气球有地心人和海星人守护，我们共同守卫这个气球，永远不会爆，永远不会爆。接下来我要对朱一龙和白宇说一句，你们来上大本营的时候，成千上万的人跑去我那儿要我照顾你们，但我现在发现你们很嚣张啊，很嚣张啊。校长在我们这边，你们自己注意安全。我用摇桥的方式给大家解说一下啊，来，双方队员，请准备，我们现在开始。好，我们可以看到啊，目前双方队员很紧，何老师出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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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哇，毁爆夹了，我觉得非常激烈，但是就是时间是太快了，有一种比赛叫做还没开始就结束了。我发现一有白宇就是老发生这种事，你什么情况？你们要守好啊！刚才你们嘉哥说的什么？要一起守护你怎么？我的气球有地心人和海星人守护。我跟你说，人家是相互守护的。接下来进入到四人战，娜娜这一队是小熊，然后我跟关宏和弟弟来保护，佳佳那一队是一龙、白宇、海涛跟维嘉来保护。来，有什么话要对对方说？你们是镇魂，我们是流星来镇魂，而且我们有五个人。为什么？别忘了，我有两个我。
但是你们不知道一件事情，我在《镇魂》里面演了三个人，就一个。裁判，裁判，不公平，他们人多。我们是七个人，我们可以召唤神龙保护我们。不对，他演一个人演了三个人，加起来才六个，哪来的七个呀？好，两队都准备好了，听我口令。三、二、一，开始。这一轮双方都比较保守。哇！哇！何老师首先冲了过去。我刚才有一瞬间面对人生的一个抉择，我发现朱一龙把他的球送到了我的两腿之间。我当时已经用了一下力，我想挤爆朱一龙的球，在犹豫的过程当中，我弟弟跑过来了，弟弟想帮忙，就在我们焦灼的那一瞬间，我听到了一声脆响。怎么样，我想问一下朱一龙，有没有发现对手很强悍啊？很强。就这样，多一点，多一点感受。我现在有点缺氧，刚我感觉就一直在跑，我也看不见他们在哪儿。刚才游戏中途的时候，我回头看龙哥怎么样保护球，看龙哥拿个气球一直在颠。
我们的策略是关宏和弟弟防守，放我出去进攻。但何老师确实你打破僵局，因为你一个人穿着格子衣服嗖就跑到了对面，非常醒目。跑过去之后整个队伍大混乱，何老师首先冲了过去。其实我年纪真的大了，所以呢我们最后是我们的镇魂队获得了2-1的胜利。提醒您稍后看点，昔日经典大翻新，台词在心口难猜。你到底瞒了我多少事？抢答。我被扎的时候很快乐。你说的是容嬷嬷的台词吗？你看为师的身材和龙哥谁的好？我可以给你介绍龙哥。你一直在拿龙哥造句儿，你很爱把龙哥放到台词里面去。玩转剧情，他们俏皮演绎，笑死我。你知道吗？我过安检，我后背都在响。哎呀，哎呀，为什么你都不告诉我？就不告诉你，就不告诉你，就不告诉你。快乐大本营首席合作伙伴，快手短视频 APP， 每一种快乐都值得被记录。快乐大本营战略合作伙伴拼多多，三亿人都在拼的购 APP 拼多多。快乐大本营合作伙伴自然堂水光面膜，人在都市，肌肤住在喜马拉雅。vivo 快乐大本营，下节更精彩。vivo 快乐大本营，现在继续。欢迎又回到 vivo 冠名的快乐大本营，我们是快乐家族。接下来我们分成了两队啊，这边呢是这个年轻队，这边是镇魂队，对吧？好，那今天呢我们毕业了这么多年，我们名正言顺的来回顾一下那些年我们追的剧，好不好？好。台词猜猜猜，游戏规则，现场播放经典影视剧片段，其中某句台词被消音，两个通过举牌抢答该句台词是什么，先答对的队伍积一分。好，来各位请看。师父，尊上是真的很关心您，很爱护您的，当日您被判刑81根销魂钉，但是他却代替您受了剩下的64根销魂钉。什么？嗯，怎么会？小国，为师为你准备了一些控制洪荒之力的心法，你好好看一看。不过最重要的是，小国，小国。为什么你什么都不告诉我？你到底瞒了我多少事？小国。请注意，来，请抢答。好，谢娜同学第一个来说，如果答错了就要集体接受喷气的惩罚。哎呀，突然就没有勇气，是不是？小谷，因为爱你，我被扎的时候很快乐。You what？你说的是容嬷嬷的台词吗？串剧了。来，白宇。小谷，你看为师的身材和龙哥谁的好？你看为师的身材和龙哥谁的好？哇！哇！来，弟弟。小谷，你抱的为师好痛啊！来，海刀。小谷有什么话先把我衣服穿上再说。好，来兰迪。小谷别害怕，这是我刚做的铁杵针灸。铁杵针灸。我必须点评一下，就刚才大家讲了很多，但是我必须说没有一个挨边的，没有一个挨边的。但是如果不挨边就要经典，好不好？就要经典。 对， 对，你来一个。小谷，小谷，钉子在我骨头里
过安检都会响，过安检都会响。打不过吧，没有办法，我就是这么强大。注意没有，并没有喷气。哇，这意味着什么？正确。这意味着道具老师睡着了。星星，星星来一个。你到底有多少事瞒着我？酒不告诉你，酒不告诉你，我是一条小青龙，小青龙，小青龙。我跟你说，他那句台词特别的朴实。这都是我心甘情愿为你做的。靠近了，靠近了，关宏，来关宏，特别的朴实。小谷，因为你是我的女人，因为你是我的女人。这样好了，我先不公布正确的答案，我先一边挑一个，请你们来演绎一下，好不好？就刚才的台词。那这边我首先要请娜娜来出演这个小谷，然后小熊来出演那个尊上，然后我要请李兰迪来帮我，就是告诉他那个尊上为他受那个销魂钉的那个事情，那个小朋友。预备，开始。师父，尊上是真的很关心您，很爱护您的。当日您被判刑81根销魂钉，但是他却代替您受了剩下的64根销魂钉。什么？怎么会？别笑了，到你了。小谷，你知道吗？我过安检，我后背都在响。啥啊？有词儿啊，有词儿啊！什么叫过安检？小谷啊，为师为你准备了一些控制洪荒之力的心法，你好好看一看。不过最重要的是，小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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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你都不告诉我？你到底瞒了我多少事？小谷，你知道吗？这些钉子在我后背里面，我过安检都响。好，下面这边我也请三位来出来扮演一下，星星扮演小谷，海涛帮我扮演那个童子，好不好？好，好，好。朱一龙来演师傅，来，来。哎，正好你是那个朱一龙，你是小青龙。头上有犄角。对，你看我是一条小青龙。开始。师傅，师傅，师傅。哎，尊上。龙。为什么喊三遍？尊上真的很关心你，你知道你当年出事的时候，那个人给你身上钉了81根针，销魂钉，师傅就帮你扛了64根。真的吗？真的。啊？哎呀！哎，扒早了，他有台词呢。啊什么？还没反应过。星星，这一段主要是要问出其他钉子的缘故，重要的不是81。那我们来看看娜姐回放你刚才跟熊子棋的那一段。小谷，来吧，来吧，来。师傅，请。哎呀，小谷。为师啊，为你准备了一段控制洪荒之力的心法，你好好看一看。不过最重要的是啊，哎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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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呀，哎呀呀呀呀呀呀，哎呀呀呀，你为什么都不告诉我？为什么你都不告诉我？你到底瞒了我多少事？就不告诉你，就不告诉你。就不告诉你。你是一条小青龙，小青龙，怎么还对上吃了？我有许多小秘密，小秘密，你有许多秘密，就
就不告诉你，嘿，就不告诉你，嘿，就不告诉你，嘿。哎呀，这么一比起来，我们这边是走心多了啊。好，我们来看正确答案。你到底瞒了我多少事？小姑，师父不逃了，师父没事的。何老师，我很接近了。你说的什么？为师疼。人家是不疼，虽然只差一个字的差很多。你是差的最远的弟弟。好，请看第二题。其实我一直对我的精神状态表示谨慎并怀疑，所以我从来都没有想过再恋爱，所以我更应该告诉你真相，我不可以结婚，对不起。别动。我知道，我知道。来，海涛知道了。我知道。小的，别动，有狗仔。别动，别动。一二三，木头人。来，佳佳来。我觉得他结的点不对，其实不是这样的。是什么？别动，不动就哭。佳佳，我看到你们，我想到这个断句也不太对。他们是你好老同学，你们是你好老同学。弟弟来，别动，兄弟抱一下。说说我心里，说是不疼。为什么在这种情感戏突然聊到了兄弟？好，这边哎，现在又来了，别动啊！动起来，是谁的第二彩？动起来，每一秒都在。你等一下就演这个。好，来白宇，白宇来，白宇，目前还是不对啊，白宇。好，不结婚没关系，我可以给你介绍龙哥。你很爱把龙哥放到台词里面去。你一直在拿龙哥造句儿。我只能说白宇入戏太深。哎，我等一下，我特别想听白宇说一个答案里面是没有龙哥的，好不好？你做得到吗？哦，可以可以。你这辈子做得到吗？可以。来，别动，告诉我一个撒手的理由。哦，还可以，还可以，还可以。你想想看，那个女孩是要推开她，对不对？那个男生说别动，后面是什么？别动，锁死了。锁我喉是不是？擒贼。好，好，好，来，小熊来，小熊来。别动，你这一辈子有没有为别人拼过命？没有，我妈还问把我生下来是给你拼命的吗？你可闭嘴吧！谁还要沿着他方向说？别动，别动，再动就把你吃掉！现在大家都态度非常不认真，我跟你们说，你们再这样的话，我就把那喷气柱往前挪一点。别，好吧，挪一点，好吧。来，你说，你说。别动，你不想结婚就不结。好吗？ You what? 好，这边有没有？还有没有谁？这边来，朱一龙，别动。如果你不想结婚的话，我们可以不结。但是，我想陪着你一辈子。情感上几乎是一模一样的，这个情绪大家顺着往这个，跟刚才动起来没关系啊。来，关宏。别动，对不起我是你的事，爱不爱你是我的事。哇，这个小朋友谈过恋爱吗？没有。别动，也别说话，也别动，也别说话。然后呢？就静静的待着。那啥时候是个头啊？接下来交给弟弟跟娜娜，你们来演一版。娜娜，我好喜欢这句台词。那个，其实我一直对我的精神状态
表示谨慎变怀疑。大家入戏一点啊，待会儿娜娜说完这句台词你们就热烈鼓掌。预备开始。其实我一直对我的精神状态表示谨慎被怀疑。我从来都没有想过再恋爱。嗯，入戏了。所以我更应该告诉你真相。我已经结婚生孩子了。也是对的啊。所以我更应该告诉你，我不可以结婚，对不起。别动，别动。想要挽留却说不出口，不舍得痛说不出口，别动。怕没出声音忍不住泪流，心疼的抱住我自己，心疼的抱住我自己。这个也很好哎。请看正确答案。别动，推开我，谁来心疼你？你应该猜得出来，你上一把都猜到我疼了，这把没错，都跟疼有关系。多暖心，在想你们。别动，我已将你锁死。我已将你锁死。好，下面第三题来，请看。你说你爱我，别害怕。怎么经过我的一角？怕你再感冒。我也感冒。雨停了，可以走了。你笑什么？没什么，就是觉得。你笑什么？没什么，就是觉得。来，就是觉得。像雨一直下，气氛不散融洽。等一下，小爽对着我杨洋，杨洋雨一直下，像话吗？给杨洋的粉丝道歉。对不起，因为我精神状态。我们看看白宇这回能不能凹到龙哥身上。来，就是觉得曹光也挺帅的。角色，他里面的角色，兰迪。你眼睛里的我好帅，你眼睛里的我好帅。哎呀，太少女了。没什么，就是觉得多亏了这场雨，给了我一个吻你的理由。反过来说。哎，你说。就是给了我吻你的理由，多亏了这场雨。三八。哎，反过来说了。来，关宏，关宏。就是觉得你就像雨后的彩虹，突然出现，却让我很心动。Cool。 有聊到彩虹，对不对？方向越来越接近了，但是还是不是很准确。我只是觉得我从你的眼睛里看到了彩虹，看到了彩虹。哎，怎么办？我怎么觉得这句我真的觉得可以列入到剧本修改的理由哈？来，龙哥。我觉得，你笑什么？没有，我帮你搭词儿呢。你笑什么？哼。You what？ 我只是觉得有你在我身边真好，遇到任何问题都会雨过天晴的。80%了，顺着这条思路。你在我身边，带着微笑，带来了我的烦恼。你对自己的精神状态不要怀疑，你已经可以确诊了，很吗 ？OK， 拉回到零分了，一点都不挨一边。哎，海涛来了，你笑什么？我就是觉得有你在，你就是小太阳。
方向有正确。你就是我心中最美的太阳。给我翅膀，让我可以翱翔。给我力量。好，一起给杨洋的粉丝道歉。好呀。我们两个精神状态，而且重点是你没有想过，下面接下来杨洋就要吻小爽了。他俩给我，这吻下去像话吗？好，这一轮我只请一组出来表演啊，就是我想请兰迪跟关宏你们两位，好不好？预备，开始。雨雪滴在我的外套，干啥？思念浸透我的衣角，你的暗号。微微一笑，我怕你感冒。出现的刚刚好。你也怕我感冒吗？可不咋地。那我们一起去买伞吧。没雨了，走吧。你笑啥？因为有你，天就晴了，天就晴了。因为有你天就晴了，是吗？已经90%正确了。哇、wow. ！对，我交给佳佳来猜一下，你笑什么？他说没什么，没什么，我就是觉得有了你，天气就变好了。请看正确答案。你笑什么？没什么，就是觉得你一来，这里的天气都变好了。其实这个很难分辨谁对谁错，如果说开脑洞的话大家都很精彩。那这一局呢，校长非常公平，就先目前算你们平局，可以吗？这样可以吗？好不好？好，我们接下来呢就带着这样的一份心情进入到我们的下一个环节。在这之前我有一个小小的建议，因为呢今天我们同学会，然后呢大家有这么好的作品，我建议呢我们用我们新出的一个内叶子的我们新版的 vivo X21 来拍一个合影，好不好？好，这就是这个新颜色吗？是的，超漂亮的内叶子的，3、2、1都有，好看。哇，这款手机真的好棒哦，你看有 AI智慧拍照，而且呢它还有这个 Juvi 的人工智能，好好用起来吧，效果非常好。你看今年新的颜色，好，谢谢。提醒您稍后看点，全新板块不要说唱天台系列，朋友我要对你吐槽。龙哥，你以后能不能不要这么高冷啊？你难道不会别表情了吗？你良心不会痛吗？何老师，你居然是一个欠债人。亲爱的指路灯，有些话想对你说。谢谢罗院长，没有当初你给我的那个机会，我今天也不会站到这里。何老师，对不起。你现在让自己的名字有了别的含义，我为你骄傲。快乐大本营首席合作伙伴，快手短视频 APP， 每一种快乐都值得被记录。快乐大本营战略合作伙伴拼多多，三亿人都在拼的 Go APP 拼多多。快乐大本营合作伙伴自然堂水光面膜，人在都市，肌肤住在喜马拉雅。 vivo 快乐大本营，下节更精彩。 vivo 快乐大本营现在继续。快乐大本营和快手短视频为您联合打造的全新的音乐环节，不要说。好的，我们这个环节呢是把平时我们的聊天啊、日常啊、写的微博呀、微信啊、文章啊，甚至是可能是口号啊、吐槽啊，你的一些口头禅都把它变成音乐，甚至可以把平时你
不能够说出口的话用唱的方式表达出来。同时呢，我们也要告诉所有的喜欢音乐有优秀的原创能力的朋友，大家可以立刻打开快手短视频 APP 来搜索快手音乐人的标签，你就有机会来到快乐大本营的舞台，在这里唱给全国的观众听了。记得关注我快手的账号啊！今天呢，我们来到了我们马栏山戏剧学院的教学天台，我们要进行一番告白。啊，是不是我们台很红的那个节目吗？少年说，是不是？看一次哭一次。对，同学们有什么样的话，可以到天台上喊给大家听。同时告白之后呢，我们会有3首关于告白的歌曲，这些歌曲会有我们现场穿蓝衣服的，我们有音乐素养的，我们的收歌团的同学来选出最受欢迎的一首歌，就有机会加入到超大型演唱会的阵容了。那接下来有两位要同时来告白喊话，欢迎两位。哇哇哇 ！Hello， 大家好，我是马戏学院08级的毕业生，我今天想给我睡在我上铺的兄弟朱一龙喊话。Ready go， 龙哥，你以后能不能不要这么高冷啊？每次我们在一起的时候，都是我在调节气氛，就是我也会累的，是不是？你说我高冷，你良心不会痛吗？啊？我良心为什么要痛啊？你的电瓶车是谁教你骑的？我自己本来就会啊。你怎么会会呢？你天天在线上找我借。那好，就算是吧。小雨，我跟你认识这么长时间，我觉得你是一个有担当、有责任、一个脱离低级趣味的人。很好，很对，是这样。所以你之前答应我的2件事情，你是不是应该兑现一下？嗯。第一件事情，你每天收工之后都说要带我去蹦迪，但是我一次都没去过，对吧？然后还有第二件事情，然后你说杀青之后要送我一台车，车呢？可是你有平衡车了呀，要蹦迪可以，我们现在就可以蹦。好，我先来找你，我们来蹦迪。蹦迪蹦迪，他们有一个秀，你们这个节目名字叫？我们演唱的曲目是《地心撞海星》。欢迎朱一龙和白宇带来《地心撞海星》。音乐梦的唱片机，有你的声音。木吉他弹奏我的好心情，路途不错的风景，我留下足迹，等待你一起去度个假期。举足马乱兵荒，你却冷冰冰。哦，有白书这团火融化所有冷漠人心。你是真的长得太着急，我是90的。你的鱼尾纹多的惊奇，因为我有型。你的络腮胡也太浓密，这叫有魅力。看我拼命逗你开心，能不能笑笑笑？Feeling
首歌写得好好啊，很欢快哎。哎，我觉得真的旋律也特别的轻快上口，对不对？那接下来我们请年纪最小的人来，好不好？我们欢迎王鹤棣走上我们的教学天台来进行他的告白。加油加油！道明寺，你超帅的。我是马戏去年的毕业生王鹤棣，我在去年参加了一个比赛，在比赛的时候，我的两个老师突然要求我戴上一个面具，当时的我很不理解，然后很任性地把那个面具往地上一摔，但后来我才知道，其实我已经被淘汰了，是我的两位老师想到这个办法来救了我，然后想让我继续在这个舞台上比赛，然后我这位两个老师也姓何，其中一位是何冰老师，还有一位何老师今天就在现场。我想说的是，两位何老师对不起，两位何老师对不起，谢谢你们给我戴上的面具，在我的心目中他就像唐僧给孙悟空戴上的紧箍咒。何老师，我一定不会辜负你，总有一天我会成为一个让你骄傲的王鹤棣，总有一天我会成为一个让你骄傲的王鹤棣。我知道你们录完以后何老师就跟我说了这件事情，当时何老师也对戴上面具这件事情他也觉得很难受，但是他最难受的是你要放弃那个机会，他觉得很痛心。我那个时候就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就那么的挺你和喜欢你，然后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要用这种方法来激励你，而且我也知道最开始的时候你是不接受的，那个时候我总有一个隐隐的感觉，我觉得你能成。我是给你戴上过面具，但是摘下面具的不是我，是你自己。我要告诉你，通过这一年多的努力，你不但是摘掉了面具，而且你现在让自己的名字有了别的含义，你不再只是勉勉强强可以留下来的那个男孩，你现在是湖南卫视热播剧的男一号王鹤棣，我为你骄傲。你去搞笑吧，下面一个喊话的是娜娜，好烦呀，真的到你了，加油啊！我的妈呀，好高啊！哎，王鹤棣，我很佩服你，站在上面真的喊不出来。来，我们给娜娜掌声好不好？大家好，我是马戏的毕业生谢娜，今天我想要感谢的一个人，他是四川电影电视学院的罗共和院长。那年我的表姐带我去面试，想要罗院长看看我有没有艺术的天分。我们到了以后，罗院长问我叫什么名字，可是当时我没有自信，也很害羞，我就说罗院长好，我叫谢拉。
罗院长说回去吧。我说罗院长，我还有加分的表演。于是我跳了一个舞，叫山丹丹花开红艳艳。事情发生了转机，罗院长笑了，他笑着说回去吧。但是因为我们死缠烂打，罗院长最后决定让我跟着即将毕业的那个班跟读一段时间，看看我能不能够进步。事情不好了，一个月以后，我以专业第一的成绩考上了学院。我也要告诉所有的和我一样曾经不那么被看好也不是那么优秀的同学朋友，坚持加油，你会完成你的梦想。到时候你不要去记得那些攻击你嘲笑你的人，你只用去感谢那些帮助你鼓励你的人。谢谢罗院长，谢谢所有帮助过我的朋友。娜娜你好。娜娜你好。哎呀我的妈呀，罗院长，快掌声来，我们欢迎罗院长。娜娜，回忆总是美好的，你刚刚讲到了很多年前的那一天，那一天你的表演让我们非常的惊讶，因为一个女孩子不会说普通话敢朗诵，不会跳舞敢跳舞，哇，我们说好胆大，脸皮好厚。但是我们做艺术的人就需要这种气质。在场的观众对你的呼声，我就感觉到了我们过去所做的一切是成功的，你也是成功的，祝福你，金娜。谢谢罗院长，谢谢罗院长。罗院长，我们要谢谢你，如果你当时不给娜娜机会，我们就没有娜娜了。不，我们会有娜娜的，因为娜娜不在我们学院，也会在别的学院冲出来。在我们的人生当中有很多次可能就跟这样的机会擦肩而过，但是因为有这样的伯乐，他看到了你的闪光点，他给了你这个机会，你有了这条路你才会继续走下去，你没有开始就没有你之后的所有所有。谢谢罗院长。谢谢谢谢。所以娜娜，你们接下来的表演是不是也跟成长跟遇到伯乐有关系？我本来以为是一个感动的歌，但是还是比较快歌了。对，用快乐的心情来感谢，感谢成长，感谢遇到的伯乐。我们接下来就请娜娜、王鹤棣、熊梓淇为我们带来这首歌曲《很幸运遇到你》，来欢迎他们。现在，请你期待我未来，我有些话想亲口对你告白，感谢你给我的爱。当风筝要去追逐，不怕这一路有多辛苦，是你给我彩笔调色盘，我才画出自己选的色彩。Thank you。小时候想拥抱蓝天的我，不知什么时候走向了演员的路，年轻有些莽撞，发誓要拼搏奋斗，我不会辜负你给的紧箍咒。你的陪伴见证我的现在。请你期待我未来，我有些话想亲口对你告白，感谢你给我的爱。这些话都是虚空，和过去 say bye bye， 你我之间的约定 always on my mind。 很幸运遇到了你，我学会肯定我自己。 You like sunshine, you red, sunshine, you red, you like my life。好听的，来掌声给他们。谢谢。
谢这首歌表达我们对在我们的成长当中遇到的帮助过我们的人、帮助过我们的朋友的一种感谢，对不对？对对对，我们感谢的就是像何老师、罗院长，但还有更多的这首歌也是感谢所有的朋友。对，是的，谢谢大家，谢谢。好，下一位准备好了吗？何老师，杨老师，你知道我是谁吧？我就是那个你最不想见到的人，因为我掌握着一个你隐藏了20年的秘密。哇！何老师，你居然是一个欠债人。我这个讨债的每个月有那么几天总要绞尽脑汁地提醒你给同学们的回答，你答完了吗？这个月的专栏你什么时候才能交给我呀？这19年多来，尽管你已经写了200多篇专栏在我们中学生百科杂志上，回答了近1000个问题，我知道你所有的文章都是在飞机上录节目的空隙利用碎片的时间写起来的，非常的不容易，但是我们的杂志也得一期一期技术出，是不是？为了证明我的诚意，我把这20年以来何老师在我们中学生百科杂志上写的专栏所有的杂志都带过来了。哇，壮观啊！何老师在这么忙的情况下，近20年写了这么多的专栏，是不是非常的了不起？是这样的，在1999年的时候，我人生当中第一次有人开始找我写书，然后呢，我就认识了一个很了不起的编辑，就是杨琴老师。然后后来他说他在一个杂志社工作，叫中学生百科，问我愿不愿意在这个学生的杂志里面开一个专栏，然后1999年的时候我就答应了他。然后前一段时间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微博就是有人开始就是发现了这件事情，但我要跟大家说的是，把一件你喜欢的事，不管它大小，你把它坚持做下去，总有一件事情对你和对别人是有意义的，也许别人看起来不起眼，但是不起眼的小事也会有一些意义在。对，我写了啥？很多同学就是问一些奇奇怪怪的问题。我这本好好笑，有个同学说我今年16岁了，可身高很尴尬，而且我还是个男生，尝试了很多方法，比如打篮球、喝牛奶、做操等等，效果不理想啊。请问何老师，我该怎么办？4个大字何炅回复，要我分享长高的秘诀跟骂我差不多呢。标记的有几处经典的回复，矮子也有春天的故事可多了。三国演义当中曹操说身高7尺，汉代1尺和现在的0.23米，7尺男儿其实身高也就只有1.61米。后来又说到身边的例子了，更不用说近代的我，维嘉啊、汪涵啊，身高都是一样的。啊，我对不起嘉嘉，对不起涵哥，托朋友下水是最好的方法。何老师，你是早年间的搜索引擎哎。有什么问题就问何老师。不是，你不能因为同学问的问题你觉得不是个问题你就不认真的去回答，因为他肯定是那段时间已经。我刚才突然感觉你特别像那个解忧杂货铺的那个。对，真的。何老师就可以去。虽然是很小很小的，你都会很认真的去回答，其实很感动的。其实呢，我们又选择了一下，然后我们把解答编成了歌曲。对，掌声欢迎何老师。
你抱怨生活的模样，对不起自己的倔强。你还问我什么是最好的幸福啊，别只花火柴找幻想，你又不是卖火柴的姑娘。更珍贵是心中的光，温暖了眼前也是远方。你说曾被朋友欺骗，真真假假怕友谊受伤，不知为何他与你莫名的背离疏远。亲爱的啊，感情这事儿固如堡垒也琢磨不定，没有完人别等到失去了才懂珍惜。嘿，我是小河啊，算你信得过的朋友吗？分享些不错的风景，也陪你细数小伤疤。生活的考题啊，只要你用心书写，答案都无可厚非。哪怕转几个弯，青春和你总会讲和的。我未必全对啊，不过参考别太认真。通过回答你的疑问，面对了我自己的人生。我未必误会啊，那些生活死角的大道理也落了灰。你如果再问一遍，也许就换别的答案了。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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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献给所有这十九年来在中学百科相信我给我提问跟我一起分享这些疑问面对自己人生的同学们，谢谢你们，谢谢。那接下来就我们现场收歌团的同学们拿好你们的投票器，请各位注意，如果喜欢立心撞海星的话请按一，如果喜欢很幸运遇到你这首歌的话请按二，如果喜欢我刚才唱的这首请回答的话请按三。来，各位请选择，得票数最高的这一组节目将有机会进入到我们最后的超大型的演唱会，请发表，请回答。谢谢大家，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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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那个我因为我本来就会在，所以呢我邀请今天来的朋友们，有机会的话9月3号我们真的邀请来我们不要说唱的超大型的演唱会，可以吗？谢谢大家，邀请你们，谢谢，欢迎欢迎你们。那么我们再一次提醒大家，我们今天的会以政魂队的名义呢给常德桃源县瓦尔岗小学的同学们送去学习资料以及生活必需品。温暖有你，快乐出发，大本营的爱心传递之旅一直在继续。这次我们来到了湖南省常德市桃源县瓦尔岗小学，为可爱的同学们送去了他们所需的学习资料。书籍是知识的海洋，孩子们向往知识的目光令人动容，相信通过这些学习资料他们能够更好地理解知识，拓展思维。祝愿每一位同学都可以快乐学习，健康成长。快手短视频 APP， 每一种快乐都值得被记录。提醒您，下期看点。来，有请两位总经理。他们阵仗还比我们都大，真的没想过会有这么一天。总经理只是我们说什么就算什么，只有你们值得享有他们。太潇洒了。海涛就像是天使，你就像是天使的搭档。现在你说什么我就是什么，因为我尊敬你，总经理。我们有一首歌是我们大家一起献给你们的。爱上我们谁
感动，很用心啊，很用心啊，很用心啊。太过分了吧，还要唱歌让他们开心。这话都给你点这儿了，因为我是总经理。你不说话人家不代表你没有能力，你一说话人家就知道你真的没有能力。林总，这个员工怎么话这么多？又是员工。我反对，感觉是公司冷暴力。太可怕了你们。你们是不是觉得节目组给了他们太大的甜头？但其实这场是你们的主场。我们统一背了一个密码，那最后就会形成惊天大逆转。那么以上就是我们 vivo 手机冠名的快乐大本营今天的全部内容，请大家一定要多多关注我们的好朋友王力宏《龙的传人》2060演唱会，7月7号在济南，7月21号在合肥，7月28号在杭州，王力宏等着大家，一定要多多加油，多多支持他。最后我们感谢战略合作伙伴拼多多，三亿人都在拼的购为 PP 拼多多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感谢合作伙伴赞堂水光面膜，人在都市肌肤住在喜马拉雅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好，大家想说什么就发给我们吧，我们帮你们唱出来。好，祝大家天天开心，我们下期再见啦。如果你快乐的话要看快乐大本营，不快乐的话看快乐大本营。拜拜，谢谢大家。